狼狈。啊，欲望摧残后该如何后悔？啊，你是否能接受我不完美？后退，后退，不存在的蔷薇。你是否能接受爱的现实？是否能接受我的老实？你是否能接受当我没有满足甜言蜜语时，我对你的爱始终维持真实？你给我再多鼓励，这段时间努力，我也要变成完美的另一半。我其实没有骨气接受你的赌气，你要的东西都加到爱，要我看着办。你希望我是王子，希望我是天使，我家没有绒毛，披上没有翅膀。你说你要王子，没住进了房子，那一半浪漫全被孤独的吞噬。你的爱，如果你所谓的浪漫就是期待我无视我最初的人性，那你说的浪漫会激发我抗战，再次的感。我欢喜你对王子的澄清，你接受吗？我刚到家。欲望摧残后该如何后悔？你是否能接受我不完美？东然变转，鹿猫安呢？鲁汉，龙猫安呢？卡宝安，眼风安，叔叔叔安呢？哎，想睡可以去睡，今天应该也唱不了一两首歌吧。因为我吃完应该就要睡觉了。范凯、欧文杰、蘑菇安、魏不凡哦。如果安安、玉米安安哦，必然安安。心与心的连接程度，就不是靠那么所谓的那张结婚证书，那只为言语证书。这有几十年等出，一辈子只能爱一个人，就该直接认输。那我认输，愿我认输。不知道吃什么。分数分不出任何胜负，傻傻藏着欲望。我要去 seven， 顺便买明天早餐。阿环大，阿环黄大安。早餐早安，大约安。感谢卡，感谢 Koba， 感谢徐定，安安晚安哦，蓝冰安安，甜甜安哦，都是红色的，我现在有点呛。晚安哦，杜国安，西开安哦，晚上好，大爷安，好累哦。最近会比较忙一点，不过接下来还好，接下来要到八月才会忙一点。感谢阿尔最近十一个月了，谢谢你。啊，开车。哦，因为今天多了面包，面包让视讯变顺了。感谢五楼旭旭六个月啦！阿凡，我是九三，爱一家橘子安安了，八七六安安波，晚上好。花迪欧是安安哦，安妮兔哥安安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好久不见，害怕。明天应该就可以正常开台了，因为明天我不会去那个仓库台。其实下班后我吃一点东西，就是还是有点饿。妈，刚刚。那就比较忙一点，到时候，不过接下来到八月初才会再忙，最近还好，接下来就还好了。感谢瑞，感谢你的小起点，去睡去睡去睡，我吃完就睡了，就想聊一些东西而已。Smile QQ 安安哦。想要问你们呢、啊，现在疫情不是比较趋缓了吗？所以想要来，不是想要来收集一些最近疫情期间大家所经历到一些比较有趣啊，或者是比较困难的事情，比如说在工作上啊，
或者是哎有什么小确幸啊，感谢小气点，感谢 Happy， 感谢续订两个月啦，啊呜，大一安安。像我们自己比较会遇到的问题，戴口罩就不用刮胡子，梗图不用梗图，不用梗图。我想要话题。哇哦！感谢 Yumseo， 感谢你的续订四个月啦。对，就是不用化妆。方便餐，然后你们不觉得量体温这件事情虽然很重要，但是也很困扰吗？尤其就是好一段日子是很热的，好一段日子都是很热的。然后你可能比如说中午要去吃饭，然后你进餐厅要先量体温。你们有没有过大中午，然后你骑着 old bike， 然后戴着全罩衫、全帽，戴着口罩，然后进餐厅之后，哔哔哔哔哔哔哔，那个38度，先生你，这种，我，对。那个可以旁边坐一下，我们散热一下再来哦。妈妈熊安安啊，公司附近就有个这样子啊。天宝安安啊，跟同事有，卖完之后面上都卖完了。感谢提克赠送进哦，感谢提克去电影，谢谢你。对，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真的是很尴尬吼，你真的是在大热天，然后满身汗，然后可能你为了防晒还，因为女生嘛，女生你防晒还是要穿外套啊，那你当然穿着外套，又戴着全罩安全帽，戴口罩，然后走进去37.8，你知道那些。当他们量出这种高温的时候，他们其实那个脸也是要惊恐不惊恐，你知道那个表情真的很经典，就是我应该要通报吗？可是外面很热，可是我要通报吗？啊，那种感觉你知道吗？对对，我觉得吃东西呛到还是一回事，口水呛到总会吧，口水呛到总会吧。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渴哎、欸，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渴哎、欸，想办法，然后你要去哪里渴？而且如果你今天是在计程车上，或者是在一个电梯里面，哇，糟糕了！而且你刚刚直升进到厕所，好可怕哦！对啦，会量第二次啊，可能还会让你在旁边散温散热一下时间这样子。对，注目礼真的是，真的是死撑的，很可怕。疫情严重的时候排队买口罩，结果喝饮料不小心呛到咳出来，整个队伍然后盯着你看。哦，感谢发修，感谢续订16个月了。对，气管不好，而且其实本来空气就还是很糟，然后骑车什么的其实还是很不舒服，然后像我自己是鼻子过敏，可是我有鼻水倒流，所以其实一点点东西在卡在鼻咽那一块的时候是很容易干咳的，然后真的是感谢茶壶子昵称，感谢徐定两个月啦，谢谢你，真的是我每次工作，因为我们早上工作其实环境算是比较密闭式啊，然后又人少，那真的是你到底啊，我想咳嗽啊，真的是很痛苦哎。那有没有什么小确幸？比如说，我觉得像我们就是拥有医护人员职业执照这件事情，
你知道真的是好像赚到了一些小东西，比如说就有一些为了体恤这个医护人员啊，然后就会有很多不论是餐厅的美食折价券啦，或者是有这个什么一些SPA 按摩的放松啦，或者是前一阵子还有那种买一送一的那一种优惠券，戏看戏啊什么之类的都有。Dear Story 安安哦，晚上好。对啊，那你们会有遇到一些比较容易就是小确幸的东西吗？对，有段时间真的是半价啊，折扣很多，线上教学，对，好像改线上教学也是蛮不错的。老师到底会认真在看你们吗？因为反正你们应该线上教学应该有点像是补习班吗？那种线上补习班的概念吗？就是一个影片然后大家看这样感觉。线上考试只会打费打副本感谢鸟鸟，感谢鸟鸟的小皮卷，远离。然后花香晚安。在外面吃饭不太需要排队，算小确幸吗？我要算哎。也有开线上免费课程给医护人员，真的假的？哇塞！分数直接被送上去。看电影的大包场没人，可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电影。我觉得疫情期间好像也没有出什么电影啊。姐姐姐姐娜娜，哇哦，真的因为疫情真的有半年没有看电影了，好累哦，好想看电影哦，可是最近也没什么好看的，这倒还好。不是快被姐姐大笑死。时速列车是最近的吧？对啊，是因为最近疫情和缓了才开始的吧？我记得其实在我在易放券没有我没有去用那个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说到电影，就想到没抢到易放券，我有看到新闻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在台北坐捷运比较不会像以前人挤人，都还会有个空间距离。有这么夸张的吗？感谢鸟鸟，感谢鸟鸟小七点，哇，谢谢你！我出来看电影的啊，一张券600块可以拿来看电影、买书之类的啊，艺文活动相关类别的折价券啊，但是比较像，其实这，你知道，对我们来讲，小确幸其实也是为了要振兴，就是。因为疫情，然后可能实体店家的那叫什么业绩吗？那段时间真的难得捷运那么大哦，真的假的？有差这么多哦？因为我想说台北，我们算是中后期，不是就是上去有参加那个残酷舞台，我都是搭捷运啊，我都还是觉得很多人，所以可能再早期一点，对不对？今天好多什么？你说人吗？你抽到了在你家乡金融的人间电影又倒了，到外线次去看吧。那买书啊，也可以买书。但现在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什么书可以看。你想想还有什么？吃播，而且我快吃完了，我吃好快哦！我现在不行了，
我上礼拜不是参加，算上礼拜嘛，就前几天不是参加阿美的聚会吗？就那礼拜做了蛮多事情的，礼拜天还去看舞台剧，然后是看那个全民大剧团的那个最后一封情书，它是舞台剧，对，它是舞台剧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耶。它里面有探讨一些议题，比较当然就还是生活的议题，就是情感方面的，然后有蛮多触及的共鸣的点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好像下一次会在台南了吧？台北的场好像没了，下一次好像会在台南。我来查一下最后一封情书。对，最后一封情书。看一下，我还蛮喜欢他演员阵容，他有里面有几个都是蛮经典的，蛮经典的演员。好，我 CK 晚安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台南的话是，是这礼拜耶。台南的话是这礼拜，好像就剩这一场，目前。里面有一些桥段，我真的蛮喜欢的。我吃完嘞。可是你们会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有比较，比如说常在看直播吗？我自己是在人数上没有感受了。我是没有感受了。你想到了一个小确幸，路上发传单叫你买豆青的人很少，最近一兜拉果就跑出来了。不要讲那么可怜。我觉得时间上好像其实还是差不多齁，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因为还是该上班还是要上班，其实只是少了出去玩的机会。我问我周边是什么，好像在买商品哦。我问我周遭的朋友比较多都是 vacation， 你知道吗？会员人排班排假就已经很辛苦了，所以每个月每年总会有那么一个礼拜的 vacation 是你想要排好的。尤其你看像这一次，因为刚好是在过年后嘛，所以其实过年后其实是有一个春节或者是有一些连假，然后外面也会有一些这个三四月份是什么季啊，樱花季还是什么季吗？我记得是晴安安哦，所以总是会有人排在这个时期，然后想要去国外玩，真的是当初抢的要死要活，然后各种抽签啦、猜拳啦，然后你抢到还不止，你还要去订饭店、订机票、订这些之后，哇，这是疫情，不用说假了，那些饭店本来就没有了嘛，就一定也没有了，然后对你的假期也就这样泡汤了。
而且通常是还不能改期，或者是延到就是之后再用，你还不能延到之后再用，所以你还是得放，你知道这种难过的心理。好，感谢冰封续订33个月啦。对，钱也没办法全退，然后啊各种，但是非常崩溃的一件事情。蜜旅结果疫情直接不用去，对啊，就是各种这种要出去，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某种程度是去影响到。五楼晚安哦，晚安晚安，要睡觉的朋友晚安哦，早点休息。嘿，哦，最麻烦的是退款弄到现在还没退完，真的假的？哇，好夸张！哎，蜜旅的钱真的太大了啦，蜜旅那个每次算那个总金额都很可怕。肯尼安安哦，你的公司员工旅游要去韩国，直接违约，这样还算违约哦？他这样你也出不去啊，啊，你也不可能放我出去啊，啊，我也不可能自己出去啊，就是各种情况下，这样还算违约哦？这样合理的吗？这个是蛮神奇的耶。晚安哦，晚安，要睡觉的朋友晚安哟。然后想想还有什么事情要说，好像也没什么事情要说。对啊，然后也是啊，旅行社也是可怜啦，但最近他们也要订机票，也要跟饭店那边那叫什么签约，然后什么的 ，Ferry Bin 还要每出去隔天 Ferry Bin 就是什么入境，哎，这种真的很尴尬，那个进去就是真的是直接待在那边，然后或者是被遣返，或者是我记得比较多有的是遇到那种，就是那时候不是还没有14天隔离那件事情嘛，然后可能你刚去，然后你的14天，那个14天就发布了。就是或者是你刚转机那个14天就发布，然后可能你在哪里就被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不能入境啊，或者是你只能待在机场里面，然后不能入境啊，不能干嘛，就是会有一些状况。因为他们我有听我朋友说，他们说那个防疫旅馆也是很奇妙的事情。防疫旅馆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振兴券用了吗？直接绑信用卡，哈哈，聪明人，聪明人如我。哎呦，为什么这个 app 怪怪的 ？Why？ OK， 对，就是一些比较，但是我觉得会员人真的是。好像也没有什么遇到什么事情。你说奇妙，我说那个防疫旅馆，你们知道防疫旅馆，他申请防疫旅馆的时候，其实周遭的他并不会贴说我这里就是防疫旅馆，他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就公布，因为毕竟你这样公布，你周遭的邻居会，你知道会。紧张会害怕，因为不是有一阵子的那个状况，应该是说，你下飞机之后，你要选好你的防疫旅馆，然后你要先在那里住14天，就是他们有一个居留的概念，然后再来是你，再来是你被。居留后，如果你想要去筛检，因为很多是国外回来的嘛，比如说你可能刚从美国回来，刚从哪里回来，然后你先住了防疫旅馆，你说你想要筛检，他好像你可以打电话给医院或者是做申请，然后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接你去做筛检吗？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吓傻了。
他们是坐救护车去去筛检的。所以这件事情有多可怕是，我会说，因为他没有，他第一他没有明目张胆的告诉你说他是救护车，他鸣笛，他不隐秘，他鸣笛。你是会沿路哦咦哦咦哦咦的过去。那这一件事情尴尬的点在什么？在于我今天说我没有明目张胆的，我贴我是防疫旅馆，那你周遭的住户就会想说你这间旅馆发生什么事了，因为可能偶尔出现，的确不会知道是谁。我说我的意思说不是在里面的那个人会觉得尴尬，是。你如果今天是住户，你想说哇，这个旅馆哇，今天有救护车哦，可能有人什么状况了，有点可怕。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去筛检回来之后，他旁边筛检回来的时候，然后他的一样是从国外回来的旅客，就看到就听说他去筛检了，然后他就说那他也想去筛检，所以隔天就又来了一台救护车，我就这间旅馆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一直来救护车？这是我觉得是比较奇妙的点，因为他真的是哦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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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这样是真的是啊，很大声啊，很大声，好吧？大家都其实很想要低调，很想要低调，但是就是哦哟哦哟，真的是大声到你没办法低调，这个真的是，我觉得这是有点小害怕。那他那个。我那朋友说他回来之后他就是他不是也有人要去筛检，然后让导致那个旅店的老板就说这个我是不是要取消防疫旅馆，因为他也觉得那个救护车一直来好像别人也会有点异样的眼光来，可能甚至有人邻居就来问他吧，哎呀你家怎么了，怎么最近那个救护车这么频繁的来。他也不敢说哦，因为我这边防疫旅馆啊，那直接喷着酒精倒退走出去。对啊，所以就是也是蛮辛苦的，我觉得也是蛮辛苦的，在各个方面好像蛮神奇的。我是也想要用我护理人员的角度去看，但是其实因为我已经不在第一线了，其实我一直都不在第一线，我一直都不是急诊或者是病房的护理人员，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有办法去谈很多线上会遇到的状况。那因为在我们都已经是后端了，不论是我之前在刀房，或者是我之前在诊所，或者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，我们都是后端，都不是第一线，所以其实真的，我真的说的实在，除了防疫的那些动作，因为大家都要做，所以我们没有跟别人不同。别人不同的，可能真的就是里面的人，比如说各种穿脱防护衣啦，或者是每多做一件事情就要再多做个什么消毒的动作或什么的。我觉得他们比较目前比较听到的都是这一方面，但我没有问到比较神奇的部分，就是我比较好奇的。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听到什么也可以跟我说哦。拜拜呢。好哦，差不多。哦，对，我去，我这礼拜就上礼拜去台北的时候啊，我已经发现路上没人在戴口罩了耶。除了就是进捷运的时候会被要求赶快戴起来，那个进去要戴口罩这样子之外，就是其他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在戴口罩了。
这我有点小惊讶啦，的确有小惊讶到。嗯，还是不要太松散啦，其实不要太松散，我觉得基本上如果自己有什么状况的话，记得好吧，该做的还是要做。对啊，户外的确也其实有在宣导啦，其实很早就有在宣导。如果是你在户外，然后是在运动的状况哦，空旷的地方，然后做运动，这个状况其实是可以不用戴的。但是如果在室内的话，还是要其实注意一下这样子。你对人类过敏，笑死！我跟安安。对啊，大众工具还是要带啦，我觉得毕竟这么小的一个空间，好吧。空间是小小的，自我保护啦，保护自己。我只有对奥 K 过敏。哎呦，这到底是在干嘛？为什么我的？对朋友也过敏吗？笑死！哒哒哒哒哒！对家人就太多了吧？不好吧？欸，但我真的推荐大家，如果有住南部的朋友，可以去看一下那个《最后一封情书》，在台南7月25号，应该是晚上吧，还是下午场，不知道，可能大家可以查一下，好看，喜欢。大家有空，我觉得可以开始参加一些艺文活动了啦。可惜离开高雄了，没事没事，是到很北的地方了吗？啊，睡意涌出了，我想睡觉，吃饱就想睡觉了。所有人类，那只能独自一个人待在独自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用电脑用网络跟别人联络了。看一下哦，我没有听过这版本，不过他的名字听起来应该会蛮安全的吧。怎么唱啊？空中最美。
完全没有想到是这首歌吧。找不到啊，在哪里啊？ And just bury and th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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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想不到啊，想不起来呀、啊。找不到路啊，找不到，找不到对的路。真的要把这首歌删掉是在风里的声音。不行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还是用我自己的伴奏好了。哎呦，烂嘞！我来找一下，这首歌真的很难唱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才可以好好的听懂伴奏。好难按哦，好运猫头鹰，感谢咻咻咻，感谢旭令山，三个月了，好久哦。亮的星能否听清，曾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这首不急，这首不急，我想要先练我们。其实，感谢秀秀秀的 donor， 插播插播插播，来来来插播。好喜欢你。一个人拉小提琴，因为我想你，一个人不会伤心，因为你是你，我最爱的那个你，两个人一辈子在一起。一部好电影，没有你没有记忆，想要见到你，永远不会来不及，只要我想你，中间不会有距离，世界上只有我最想你，我的心想到你跳不停，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也要去，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带我旅行全世界可不可以，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也要去，好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快等不及，我的心都给你。
想要听听你在说话的声音，一直在想你，就算别人不相信，不停看手机，因为等待那个你，世界上只有我最想你，整个人红着脸笑不停，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也要去，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带我旅行全世界可不可以，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也要去，好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快等不及，我的心都给你。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也要去，好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快等不及，我的心都给你。好的，这首歌是秀秀秀想要送给喜欢的人，希望你有收到他的心意。感谢大鱼的donate， Thank you。哎，残酷舞台点得到我们吗？是不是点不到？我看一下。最近想要练我们，可是我还没有找到对的 key。事情晚安哦。你懂得就够了，真的有某一种悲哀，连日月不能留，只能目送。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，没有一点已经很完美了，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，还能做什么呢，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，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，而终究你都不能回到到最不去的远方，原来我很快乐，只是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key 好高哦，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，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，但愿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。只是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，我怎觉得幸福是看见你幸福，曾经笨手把时间变慢，可是
好火爆，哪边哪边？该说的也说了，该说别说了，你懂得就够了。中悲哀，眼泪也不能流，只能目送。不行啊，好低哦。我醉的太低了吧？的的与我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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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哒，这个歌好像真的没办法女生唱，好难哦。四一，好啦，好像差不多可以睡觉了。哦，来唱一首好。我刚以为是要点那个。我以为是要点我喜欢你。我会写歌吗？不会啊，我音痴欸，怎么写歌？蓝冰晚安哦，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。
时候总觉得特别安心，即使没有满满的话题，这是不会尴尬的安静。我只是想对你说我喜欢你，都是很简单的原因，我高兴，偶尔会为我哭泣，因为你从来不假装，因为你拥有真心，因为你是真的关心，不是客套的回应。我喜欢你，没什么特别的。都是很简单的原因。想说的话有很多，可是我不太会讲，会使用唱的会更容易。我原本以为咻咻咻下点这一首，因为这首也是非常适合告白或者是表达自己爱意的一首歌。我爱你的我喜欢你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，然后陪我讲了很多话真是讲了很多话，对，开心。然后北北安安，诶，我看那个猫头鹰是猫头鹰是国立吗？最好的安排曲婉玲没有耶、欸、有抽农油券或是易放券吗？没有耶、欸、没有。久违的聊天台，上次是不是也有一次聊天台？应该有吧。曲婉婷最好的安排，他们说一切都是好听必须追随。好哟，平常应该是晚上十点九点半到十点左右我会开台，礼拜一到礼拜五左右的概念然后最近如果喜欢的话，喜欢聊天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偶尔播一点时间出来